公司售后技术员丁帅，我现在在浙江省的客户现场，该客户和我们试产1.5吨的颗粒机，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台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。这是一个原材料的堆放区，该客户的原料是一个木屑，含水率比较大，在23%左右。这是颗粒的生产车间，大概有200平左右。首先来看一下设备的外观，这是设备的进料口，这是设备的一个出料口。水分有点偏湿，干裂比较多，滤路已经够了。光滑度会差一点。评论转发点赞，更多生物之力，请了解。